个，因为说相声，我家里开了小铺，什么都有，吃喝穿戴。那天有谁开幕式送那花环，手捧花，好，里边都炸鸡腿儿啊、哎呦，这要不知道，那是知道能不知道吗？哈、他上场门，侯震他们就给吃了，很开心啊！咱们去寻找这位好心人，那个刚才是高峰高老师，是栾平啊，高栾嘛，一个是我师弟，一个是我徒弟，嗯，啊，俩人不错，咱们下去休息休息，是看不见是吧？啊，我白挡那儿了，哎、嗯。哎现在还看得见吗？哎，拿这个，坏人，谁呀？你在一块儿那么些年了，嗯，这人特别的好，不争名，不夺利，不贪财，不好色，就好人嘛。真的，这个玩心大，喜欢玩。好家伙，各种动物都不放过啊！这什么话？什么叫都不放过呀？就是养那些小动物啊，啊，都养。小猫小狗是猪啊野鸡啊什么的啊，哼，他也下得去手，哼，就干嘛就到野鸡那儿这么咬言杂字的，替您开心呐、邀请您上我那儿玩去、朋友啊挺好的啊，但是于老师有一个小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您别客气，有什么建议您就说，真的、嗯，我觉得您再怎么好玩，您也是范围小了一些。怎么叫范围小呢？首先说从他的兴趣来讲啊，啊，养动物，对，玩虫子，嗯，啊，扇子，嗯，扇子，对不对？对对，文玩嘛，鸟笼子，是，就这些东西，你再怎么说，嗯，它也是北京的东西，啊，就是这些北京的文化遗留下来的。天津也玩，上海也玩，但是，嗯，北京是根儿。那是八旗子弟过去留下来的，皇上背了玩的，玩什么东西要玩到极致，嗯，玩这葫芦，嗯，这葫芦想出一什么东西，哦，做一模子，对，开出50亩地去啊、哦、套上模子长，嗯，这一夏天这一季收下来可能就落仨葫芦，这是行家，值吗？值，值，这就是玩，对，稍微歪一点踹碎了不要，这废了，50亩地落仨葫芦，值、花多少钱愿意，嗯，这叫玩，对，这就玩，出了北京没有这么玩的，出了北京少，但是啊，嗯，我老建议您应该出去走一走，我出去转啊，您不能就说老围着北京，当然是外边也有，但是您老觉着北京是出处、啊、广阔天地应该开开眼界，哦，您说让我往远了走走，您瞧见我了吗？怎么了？我这些年，首先说，您知道我是个搞文学的，啊，你就别提这文学，别提搞文学的了，那个出去才知道啊，原来就觉得就家门口好，但是往外一走才知道，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哦，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您在北京大兴种葫芦，啊，你想过没有？如果说你上澳大利亚去种葫芦去，那葫芦结完它就不一样。啊，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土地肥沃，啊，它的那个气候，长出来的东西跟咱们这儿不一样。哦，有水土的关系。您说，您玩野鸡？大家啊，说点别的不行吗？啊，是是、啊，就是您玩那小鸡儿，对吗？啊，您玩腻了是吧？啊，您可没想到，嗯，你要上日本玩一回呢。这我是想到了啊，贵啊，玩儿还在50亩地出仨葫芦你都认头哦，整个日本国还出不来一个你爱的鸡吗？不是，您这怎么听着不像好话？您真劝我呢吗？这人呢，脏心烂肺啊！我这个话没错啊，啊，写成文字送到哪个衙门口去备案去都没错，想歪了是你心脏。哦，这真走出去玩一玩看一看，那当然了呀，那我上哪儿啊？外边好，哪儿都行 啊，跟我说怎么着，对吗？先找三大帝国送您出去。怎么叫三大帝国呀？越南、泰国、柬埔寨。哎呀，这叫三大帝国呀，送您上那儿看看去、啊，这我跟您说啊，您现在您是趁点钱，您分跟谁比？您跟说相声比于谦了不得了？没有呀，
的。咱真见过有那说相声的是吧、啊？一年就演六天，哦，打初一到初六，哦，节去。哎，有的是场店，有的是龙潭湖庙会，那可不呗啊！平时谁让他演、哦？有屋顶的地儿，谁让他演呢？是不是？哦、一定得见天日啊！嚯、哦，一年演六天，一天给100，不止不少，六、嗯、百。嗯，庙会上再偷点羊肉串，哎呀，拾点瓶子，也落1000块钱。哦，您跟他们比，您是很厉害。是是，但是您真一出去，您才发现，您趁这点钱呢，嗯，不算什么，九牛一毛。哎呀，真不算什么。不是，我就够吃够喝的。九牛之一毛，万鸡之一鱼。别提这鸡了，多难说，万鸡之一鱼。嗯，也就是我听得懂。那错不了，一万只鸡，一只毛。对，行了，别提这个，知道吗？嗯，我是哪儿都去。哦。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是有时外边演出啊。嗯。之后呢，他惦着家里这些个小动物就回来了。嗯。我也好交个朋友。哦。什么洛杉矶呀、啊嗯，是吧？还是鸡呀、啊？这个。不是。到法国。法国也去。哎，都得去啊！法国，反正哪儿都去。嗯。澳洲也总去，有时候也谈个生意，给人家。哦，还做买卖。就是又不为挣钱。那您就是。我对钱没有概念，真的。不，怎么叫对钱没有概念？钱也是。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就高兴，给人帮忙，哦，这事成了，挣钱是你们事儿啊，啊，发财都是我在边上看着我就乐，乐高兴，不为挣钱，哎呀，给人帮忙，钱财乃身外之物，那您还是有钱才能不为挣钱，有钱没钱搁一边，玩心大，您也好玩，嗨，但玩的跟您不一样，啊，您净玩动物了，啊，对吧？我这就不像好话。您净玩小宠物呢，啊，我净玩人了。哎，嚯，是吧？哎，这学不了。啊啊哎、同喜同喜同喜。谁跟你客气啊？怎么了？怎么？我玩的都是人际关系。哦，人情学，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东西。哦，哎呀，这愁的不行，打算干嘛？我打算怎么怎么样？没辙了，啊、冲我说，我给你帮忙。您这是？好啊，您这是助人为乐，心眼好、啊，不能这么说啊，啊，不求回报，那太好了。那您这回给我出出主意就行，您不用再怎么周济我。您就我您刚才说我眼界窄，坐井观天了，您给我指指道。您这看见了吗？善良啊，善良，我就爱跟这样人交朋友啊，真的、啊、不是我这确实是啊，我这啊、哎，您这见多识广，我也谈不到见多，就是接触人多。你包括这回。我前两天刚从澳洲回来，澳洲，澳大利亚啊，世界有五大洲：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美北的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一个都没听明白啊！这就是老在圈里边待着呀。不是，什么叫在圈里待着？闭塞啊，是有点闭塞，闭塞了 啊！哎，世界这些，澳大利亚州叫澳洲，澳洲是这我知道。现在有这个直飞了啊，有打北京半夜飞。到那儿的时间下午，哎，嗯，就到了，有什么9个钟头、10个钟头，哎呦，十来个钟头，哎，不叫上飞机睡觉，哦，上飞机啊，把空姐叫过来，铺好了呗，来，来睡觉，什么？等会儿，我愿意去，你还到那儿就飞回来吧？你这废话，这不下飞机歇歇吗？你还给人帮忙吗？帮忙，给空姐先帮忙。哎，这嗨。不是你怎么着去澳洲？就上飞机，上空姐来，铺床，哦，弄被子，是还是躺好了睡觉，一睁眼到了，哦，到澳洲了，到澳洲，有时候到悉尼他们叫雪梨啊，啊，雪梨，哎、有时候到墨尔本，有时候阿德莱德，哦，有时候珀斯，哎，啊、反正几个地儿我老去，这是城市吗？哎，对，我最爱是墨尔本好，说白了大猫本，啊，就都叫猫本啊，哎，还行啊。不是，我也是微博上看的，看过啊，就看这词儿。哦，看哦，这我是总去那儿啊。这些日子不也是跟那儿吗？您在那儿干嘛呀？嗨，我最近去是给人帮忙去，又给人帮忙去了，净这个事儿一天到晚的。什么事儿让您帮忙吧？嗨，当初有这么一个老华侨吧，啊，也是咱们这儿人，嗯，年轻那晚呢，就是上澳大利亚做生意，哦，哎，这墨尔本呢叫新金山。新对他跟那旧金山是对着的，新金山他出金子，新金山对这老头年轻的时候就是知道那儿出金子了，哦，扛上铁锹打架就一直就走到那儿去了，嗯，这老头也够梗的，那是啊，扛上铁锹走过去的，是走了半截不就上船了嘛，然后跟船去的，哦，哎，走到海边，啊，
到那儿就一辈子跟那儿。现在好家伙，这老头还了得？怎么个了不得？我老说，我说你首富啊，首富。他那会儿不，其实咱分析，人家是不愿意说，不愿意说有多少钱，得趁点什么。墨尔本啊，就是那个山坡上，一个山坡上六七套房子，每套房子一两万平米，这算一套房子。一两万平米，啊、一个山头上五六家，一个山头上五六家，前花园、后花园、球场。什么游泳池，这都得有，这么算是一套。哦，就这样的山头，老头趁七百多个。澳大利亚有那么些山头？澳大利亚，记住了啊，澳大利亚那地儿，整个澳大利亚的地儿，嗯，跟中国几乎一边大啊，国土面积。整个澳大利亚的人数相当于北京这么些人。那就是当地买房没有说呀，我们家三千平米、八百平米，人没有。那你们买房多大？嗯，我那个院墙啊，开车俩小时。不，院墙，院墙开车就俩小时。俩小时，所以说我老说这老头，我说你准是啊，准是有大钱的人啊。这不用您说，不承认啊，不承认啊。啊，对吧？海边黄金海岸啊，好几块都切下来是他的。你这玩意儿，他给人分了。就是有时候咱上那旅游去，跟着海边趟趟水吧，是吧？啊，趟水趟到这儿，嗯。有块牌子写着前方不许趟浪了。哎，这还是北京去的老头儿哈。我给你翻译，因为要说澳大利亚的那个大雨啊，你不懂。大雨啊，是那个韩国的，那是不是亚语啊？什么澳大利亚语？澳人就说英语啊，是很哎啊，你不懂啊，就大牌子前方不许趟浪了，这里是王大爷的地儿。哎呀呵，就说老头姓王，问王大爷，王大，咱们就得穿上鞋，啊，绕，就这一绕，先打车，啊、打车仨钟头，绕过去，绕，哎，脱鞋，这海滩，脱袜子，这牌子，嗯，这里可以趟浪了，哎呵，这里不是王大爷的地儿了，哎，对，一看换河北人了吗？哎，这里了吗？这就这么趟，就净有这，他走了又来了 啊，这里又不可以趟浪了，哦，你瞧瞧。你就知道多趁钱呢，不是他地方太大了，不叫事儿，家里那大钻戒，好家伙，这么大钻戒，单有一个屋，这一屋里边都码着饭盒，一饭盒一饭盒的钻戒，你直接码钻戒不好吗？你们干嘛码饭盒、啊、他是拿饭盒当计量单位、哦、你们还这几克拉，人家几饭盒，我们净吃饭的时候，你多大饭量，我吃三饭盒，三饭盒啊。你这个六天庙会不够吃的，不是他们拿这量钻石，拿这一饭盒钻石啊，反正大概齐是多少，这不是马尖的就马尖的，马多马无所谓，少多点少点没关系、哎。这一盒一盒都马一屋子，知道吗？哎呦，趁钱，钻石，咱看都瘆得，每回我都是啊，上那儿去，我跟老头啊，完事请我吃饭，他请您吃饭，请我吃饭，那您真是好交，俩大沙发对脸坐着，嘿，上面铺着白颜色北极熊的皮，我的。我们俩对脸坐着，嗯，一人一饭盒啊，啊，俩坐山雕嘛，这不是？北极熊皮坐着拿饭盒吃饭，吃完之后呢，啊，拿着饭盒接点开水，喝了，喝汤，沏点汤，知道，嗯，沏点汤，这就爱这王大爷，啊，这好。他趁钱，其实不是您给他帮忙，他肯定也跟您是朋友。嗨，要不说一说这个，其实我这个。这不是死，怎么了？死了，王大爷，你没事别上微博啊！不是怎么了？不是你哭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啊？哎，这么个好人啊，没了。哎呦，还真让我说中，真没了。以后我在家趟浪水，那就没人管了。你我不是饭盒七趟，没有这个待遇。难受，死说死就，哎，不是您，他不是请您去呢，干嘛呀？是怎么了？活着时候老去跟他玩，这回再去，啊、家里那几个姑娘啊，老头90了，哦，那是高手，还有几个四个闺女啊，都60-70，那可不嘛，这几个姑奶奶哭了都不行了，那是亲的热的呀，说死之前就念叨你，说就想你，就想你，你也没来，哎呦，就后悔，我跟你说。不是，那你是去？你不是不去了吗？就这回没赶上吗？这不就是没赶上最后一面啊？没瞧见呢。哎呦，我这心里，我跟你说，可不是滋味啊！
这个怎么着？老头儿干嘛去了？你有个遗愿就是啊，就是说死澳大利亚，但很希望自个儿的丧事能够像在老北京一样发送自己。哦，他要办一办北京的这个白事。你想九十来岁了嘛？啊，他可能是一九三几年，哪年我忘了。嗯，属狗的老头儿啊，哦，今年九十多岁。嗯，哎，就说死了，但是要落叶归根，但是死尸没法运回来。那是，就跟当地说给他按老的操持操持吧。完事说好热闹，好听个戏，好听个相声。老话说有钱难买零钱掉。是是是。姑奶奶说你要能回北京啊，给他叫点那个戏班的呀，说相声来吊孝来。老头九泉之下也赶紧。干嘛你趁这么些钱你还他就来不了北京，这尸首运不回来没关系，请几堂过去给咱唱唱，是说说怕什么。但你这事怎么跟人张嘴说走咱们商演去咱好说话。说那谁谁这结婚了好。请人吊孝，这您糊涂啊！什么怎么说都没关系呀、啊！你这个给了，这个、有这个就管什么活呢？我们是演出去，我们又不是吊孝去，对吗？糊涂给钱就完了嘛！您有时间吗？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先说什么事儿？不是，就是。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老爷子，这个九十多岁，这个老喜丧这个事儿、啊，甭说死一个，嗯，一年一天死一个，我都有时间。这事儿我刚才没看上您，这个给了，怎么了您这是？哦，就您能去啊？我废话，我养的动物凭什么养啊？凭哪儿买的呀、啊？我糊涂，哥哥您真太可爱了，就是我是帮人料理这个事儿啊。哦，您帮着料理这个，料理我，因为这个关系。说什么呀？四个姑奶奶说：“你受累吧，你我们也不认识北京那帮说相声。”您说我，啊、您怎么您不认识我？不是，你也知道我在说相声界这个人缘，您也是知道的，是吧？他们，对吧？没事儿，有我都给您约。那没事儿，因为真没办法，北京说相声，我跟他们说老喜桑他不去，我要说老喜桑拿他们行。哎嗨。老喜桑拿不成，老喜桑拿谁给钱呢？是是是，就说这意思啊。啊，您要是能去，那我先谢谢您。您别客气，您别客气，我们应该做的。那个就是怎么这么大岁数人不是？那得说前边啊，你怎么去法啊？就说是肯定是啊，就人家有那个私人飞机过来接。是啊，啊，私人飞机过来接，就私人飞机过来接，然后多大挑就什么都不管，就到您家门口给您哗都装上就走了。飞过去就行了啊！完事主要是就是那个费用这块是怎么说？您瞧，您这谈钱就远了啊，谈钱远了。人家九十了、啊，老喜丧，咱这刚不，您别啊啊！这说到前面，因为该怎么说怎么说，别到那儿回来不乐意也是事。就比如说按照您的心理价位，您就说一天，您到那儿一天，比如您去十天多少钱？五天多少钱？您说一天，您说一个数，我们好给您算这。我还是心里、啊、不就您不就就您看着看您看着不我看着看我给说少了老头又不是没钱他也不在乎这钱您看着不是老头没了问题是我又给人组织事要外人别的说相声了一般的不卖钱的说相声我真好意思说啊你去不去一天给你$50,000对不对我跟他们我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一天$50,000啊我们相声就不卖钱我们就不卖钱您看您说这$50,000我们就觉得很高了就不错了是不是当然您要觉得我们是那个卖钱的您加点你就去那您看着开没跟人说您看着开要是一天10万行这个咱们愿意过去给人办这事儿，这是积德行善，不为钱的事儿。可行啊？行，你别到那儿翻脸，10万少，我可没法应啊！谁？您别翻脸就行。我翻什么脸？我这是不是您真的假的？不真的，咱们说是实拍卖，到那天那飞机可得来。我那不是说，但是人家、啊、我其实挺为难，因为人姑奶奶说了，说你大老远打北京接一帮说相声来是吧？反正最少得待100天。我。是吧？你说每10天呢，就再给加10万，每10天加10万，我不敢说，你真说少了，对不起人家哥们兄。100天，每天再给加10万，哎，对，待够十天，加10万，啊，加十万，待10天，加10万，最少待100天得。您跟姑奶奶说啊，我们不回来了，好吗？他能待多长时间，我们就待多长时间。那是您的事儿，反正你不能低于100天，这我没法交代。您放心，真的，我人给钱真行啊。您放心吧，
但是我有好些丑话得真是得说前面。我这人其实脸皮薄，真的。应该说说，没关系。就是咱们这是朋友。虽然说是在澳大利亚啊，但是人家是尊老理儿，按照老北京这个办白事这个。老北京理儿咱懂啊，您让他说，咱守规矩。就是人家出来进去的，反正人都讲究穿个孝。是咱们现在新式新办不让穿孝，澳大利亚谁管呢？人家都穿着孝，还扎个什么白的那个孝带子什么的。这个我就是，您要是去的话，不是啊，穿孝可以啊啊，穿孝是家里人穿啊，我们演出去，我们穿根孝，家弄一孝带子，哎哎，不老好看。是，我也说不老好看的，但是人家姑奶奶说，反正是那个意思吧，啊，你就来小白带儿，这么一拴啊，是表示表示，谁要拴的话，就是给谁一条，给谁一条黄瓜呀。金子，黄金，一条黄金，一条黄金，扎这么一根孝带子，一条黄金。您跟他说啊，我们不是为钱啊，这个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不是？啊，人家出这么大事儿啊，咱们去了，不管是娱乐，不管是什么，给老头办这事儿，对不对？咱们表示表示，您扎不扎吧？扎，您要扎我做主了。怎么着？两条，这我冲您说了啊啊，冲您说了啊。可是这可不是说多大的呀，那个就五两一条。五两一条算小的呀、啊？就是一斤的，一斤黄金，谁要扎这个？哎，扎吗？啊，扎两条，啊、让他们给您撕一点，表示这孝带子呀。啊，孝带子，您跟他说 啊，稍微撕宽着点。我给孩子改个小被子什么回来，我啊，这别浪费。你都趁了黄金了，你还在乎这个啊？嫌浪费嘛？哎，要是系上这个了啊，鞋上边是不是得绷上点了？绷什么？绷个白面儿。这啊，这就单说了啊，这鞋咱可不能绷。哎，不是这来回来去走道，满世界全是白点儿，你这多难看。不是光绷这白面，还怎么着？还有红后跟儿。这还是近人啊，这是 啊，那可不成。怎么呢？这凭什么我去给扎一红后跟还绷上鞋面？这太难看了。我们是演员，绷不绷？要绷呢，五条金子，而且一只，两只是十个，绷。好，我又给我一枪呢。您跟他说啊。不是为钱啊，不是为钱，崩了啊，崩了啊！这事儿，这要是崩的话，我觉得啊，袍子是不是也可以穿上点？什么袍子？就那个白色的那个素素尖尖挺俏皮的小白袍，孝袍子呀啊，还啊呢？这不像话了！怎么不像话？哪儿啊？我们这人家办白事，我们穿孝袍子跟人满世界晃悠，哪儿、啊？您可别让我问住了。你问啊！你们这有时候也跟着唱戏，对不对？啊，演电视剧，对不对？是啊，演电影，对不对？演啊！我亲眼得见电影里边好，你们披麻戴孝的呀，有没有啊？您不懂，我怎么不懂了？您这是外行啊！我们演个什么电视剧、电影啊？啊，就包括舞台上啊，我们只要穿一个孝袍子啊，我们那叫有彩钱。什么叫彩钱呢？演完出人给个十块八块的，给个红包啊，给个红包叫彩钱，冲个喜儿。哦，穿不穿吧？要穿呢，一饭盒。坐沙发上能吃的那个吗？那俩算文物了，知道吗？我们俩喝汤的那个啊，一饭盒钻石。未必答应你，别看我跟你说，这人呐，他耿直，你不愿意啊。其实吧，人家都穿孝啊，咱要穿花花哨哨的到那儿去，倒让人笑话。给个衣服穿上点就完了。你都感动我了，是不是？您说，要是袍子穿了啊，哎，个帽子是不是也戴上点？戴什么帽子呀？那白帽子呀，孝帽子呀。对，上面还有这么十多个球。我。十多个球啊！您等会儿我算算。好的啊，一个球是孙子辈儿的，俩球是重孙子辈儿的，仨球按咱们土话叫耷拉孙儿、低拉孙儿。我孙墨子了，我这是。您拿我当黄天霸那么办了？这个
一脑袋球多精神，那不行啊，一抖楞哆啦哆嗦的，不行，没辈儿了，这不成，没辈儿了，没辈儿了呀，啊，两饭盒。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两饭盒哈，其实我觉得这都扮上了，不戴帽子，头齐脚不齐的更难看。戴上点是一身，你也就是这么一说啊，你穿上未必好看。我告诉你，我还告诉您啊，演员他要有貌相，有衣服架子，穿上什么让人看着都得漂亮。嘿，舞台上展示的就是这东西。您要这么说，我们能不能看您穿上参观一下？啊，咱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儿，没东西。你现在先不用试。哎，这句话可问到我心腹里边了啊！那个秘书，秘书，快来拿医生帽子来呀！快来，哎，不是您这还带着随身带着这东西，错不了。你看漂白的，你看了吗？啊？不，啊，还是漂白的呀，多好！来，来，于老师，看看合适不合适啊？不是，这就。倒是挺俏皮的，嗯，我也就落一俏皮了。那是，哎，这扎根，搁在左边，搁在左边。啊，这是两条哈。对对对对对，嗯，太好了。嗯，还有您这小帽帽，嗯，您这才俏皮呢。那错不了。嗯，球，球没有，那两饭盒得给，啊。那您放心。一点儿都不耽误，作比成样可以。是是是，啊，看着我就悲从中来呀，啊！不是，您看这精神不精神？那错不了。啊，哎，穿什么样，咱都有一精气神儿，对吗？我跟你说，这个专业的演员他就是不一样。咱们练过。是是是，我练这干嘛呀？不是就是行嘞，这一趟去啊，我许您的一样都不会少。那我就跟您说话了。哎哎，那错不了啊，这错不了，您放心。嗯，到那儿去之后呢，精神状态好一些。嗯啊，其他的活也不用您帮着干。不，您这说错了。怎么呢？您受这么大累，我们不得帮着您吗？哈，您要说这个就远了。您有什么呀？嗯，搬搬扛扛啊，嚯，小东西拿走，我不干。有的是干活的，有的是干活的啊。啊，不用您，不用您啊。不是，就是出殡那天呢，有点小玩意儿，您帮着拿着点。您说什么东西都成。那个老爷子挺爱的一个东西，什么别人拿回不放心，哦，也没多大，就几尺长。哎，这不行啊。几尺长，哎，贵重的我们可拿不了。您要说老爷子生前喜欢一翡翠白菜，万一摔了赔不起。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是挺可爱，挺可爱的一小花楞棒啊，不贵重，扔了街上就没人要。花楞棒，对对对，就是这么长一个棍儿，棍儿，啊，头里有一个钩，钩上有飘带儿。这飘带上写着“西方接引”，嗯，还嗯呢还啊。像话吗？怎么了？说半天打翻儿是吗？啊，别啊了。哎，像话吗？哎，你别摘，你别摘。废话，我能不摘吗？不是，哦，打澳大利亚来找人，找儿子来了是吗？不是，你看打翻儿子干的，知道吗？钻石那么大，你废话。不是，还有黄金，你别做，你少来这套。不是什么黄金的钻石，哎，啊，我给人当儿子去，我大老远坐着飞机接我给人当儿子去啊。啊，我跟你说，你那同行同业的看你们笑话。不是，你听我说，你本身就得罪人，你不能让我们这么得罪人，对吗？这叫什么话？我们家还有好些亲戚呢，我们父母健在，儿女也有。不是干嘛呀？你看你到最后人戳我脊梁骨，于谦去给人当儿子去，你有吗？干嘛呀？我们干这事儿，我们不差钱儿，对不对呀？你看这味儿，你要早说，我刚才我不给你费那个劲。你早说，我们还不干这事儿呢。其实人家说，不管是黄金呐，什么现金呐，给的钻石，按说给的是不少。你少我不，对不对？不在乎。老头跟那海边啊，趁十个轮船公司，跟我有关系吗？东南亚还有800亩橡胶林啊！我不要，是吗？不要。私人飞机50多架，我不会开。好家伙，老头，哎，老头还有贴身大丫鬟50名。全世界选美的冠军，老头都留在身边伺候自己。这帮丫鬟呀，
好家伙，没有低一米八个的，大高个，大长腿，知道要多漂亮有多漂亮。有日本的，有法国的，有埃塞俄比亚的，有越南的，有美国的，东南亚也有。哎，我跟您这么说，瞧一眼这鼻血刺刺的窜，知道吗？老头当年有遗嘱啊，谁要是打翻爆罐，就这五十个丫鬟让你随便的挑，知道吗？你要愿意带走就带走，你要愿意在澳大利亚就在澳大利亚，给你房子，给你产业，跟这五十个丫鬟一块过日子，享不尽的人间富贵。咱甭说别的，你当个皇上也就如此了。你说我图什么许的呢？咱是好意，这里边没有我一毛钱的事情。哎呦，打刚才康熙康熙跟人说这些话，到现在落一这个，我跟谁这是？我告诉你，哎，您瞧，还是我穿着合适。真的，你说这孝带子也是哈。你瞧，系这么一圈正好。你瞧，帽子也合适。我寒了心了，知道吗？您家里边父母双全。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啊，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哥们儿兄弟笑话，那是他们嫉妒，同行同业说闲话，让他们死去。您都不怕，怕什么呀？对吗？这事儿我挣钱了，我对你这钱挣不着啊？怎么挣不着啊？你打刚才大伙儿瞧见了啊？说翻脸就翻脸，说乐就乐，嬉皮笑脸。到灵堂，大伙儿哭得跟泪人似的，你跟着嘎嘎嘎一乐，你连我都给搁在里头了。这你看又乐，你看不您不您不您不明白啊？我们演员啊，那叫逢场作戏。说哭就哭，说乐就乐，说急就急，说瞪眼就瞪眼，逢场作戏，跟您闹着玩呢。您要是真赶上那个到那现场了，说哭我们还就能哭出来呢。真的假的呀？您以为我们干嘛的呀？那就比如说呀，啊，比如说这儿就是澳大利亚的灵堂了，比如说这儿就是了，这儿就是灵堂，来帮人搀着你，你就那孝子哇哇哭，你哭得出来吗？我到这儿就磕头，眼泪哗就下来。这咱们这别挑战我，我演员我练过。我跟你说呀、啊，你真别瞎说，因为那个现场人也多，按老理儿办，和尚老道念经的乱七八糟的都有人，大伙儿同着人一瞧，你一害臊来不了，越热闹越好。就我知道老事儿办这事怎么意思，人多念经的啊，对，请和尚，对，请老道，请僧道翻尼寺藤经，这是我明白。和老道都有人念经，都跟真事，跟我没关系。我到那儿就是哭去了，对吗？我到那儿，我这一进入状态，我谁都不知道，谁都不认识。只要到最后，您把那几饭盒，您到最后一给我，我就哭了，就完了呗。我多少有点不放心，真的。您干嘛不放心？您这不信任我是吧？这么多年了，要咱们这样好不好？啊，好比这儿就是澳大利亚了。刚才您不说了吗？这儿就对，老头就跟这儿死了啊，停在这儿了。嗯、啊，这儿一大帮人念经，嗯、啊，然后有人搀着您在灵堂，您就泪如雨下。我就放声大哭，我一瞧罢了，嗯，是干这个的，行行不行？行，那咱们就上澳大利亚，那咱们现在就试试。还不行？怎么了？都知道老头啊绝户，哟，四个闺女没儿子，你这一来算哪出啊？那，哎，就说老头 啊，外边有一菲律宾的二奶，好吧？我还是外宅生的，嗯，就是他了啊，就是他，行行不行？这咱们试试，那咱们叫几个帮忙的来，好不好？可以啊，来来来，列位念经的，快来。你说这个咱们还抬什么杠？对，你们收拾来、嗯，来，帮我搭的这个，哎，这桌子也有东西，有东西，快点，慢点。这个行了啊，哎，各路的神仙都来了啊。您瞧我的，那错不了啊。哎，这是我们这个现场的大了啊，我就认他，他是搀着孝子的，还有人搀着我。孝子一难过，他得搀着啊。得嘞，哎，这后边这个是哪路神仙？那跟僵尸打架那怎么回事？你瞧，
就什么都有，对 对, 对，各种不受他们干扰，那受不了，我就穿根节骨眼儿。行，哎，行，我暂时我替他来这个、啊、这大作，好不好？啊，这念经，念经，这对对，我来这大作。嗯，您这是大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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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作 啊！我来这个啊，得嘞。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你爸爸呀，这个啊啊。我爸爸也太卡通了吧！这个，这就是你爸爸，这怎么还作画的？我爸坐着死的。嗯，行行行，来，行吧、啊。你爸还真软和。嗯，哎，你咋真软和？你不知道你现在什么身份？太好了啊！你老左顾他爸爸干嘛呀？行，挺好啊。啊，现在就是啊，到了澳大利亚了啊。哎。各路神仙都来了，给你们老爷子超度，像不像三分样，作比成个样。嗯，好吧，来吧，列位法师，哎，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于老师，哎，免痛接哀，来吧，茶凤扶着、哎，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别着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哪儿啊，我爸爸死了，谁过生日呢？这啊，不不是，先试试嗓子，这是孝子，来吧，我这等着呢，先试试调门，来吧，刚才那可是胡来了啊、哎、来，咱们正式开始、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外国话不行，我改英语了，你许个愿吧，又走，我老有这个，还是这炮是那、这个，你爸爸死在澳大利亚了，死了，懂英语啊？这不是按北京白事儿念经，念经，念经，念经。草长成就，这行了。赈济疆场，摘出千城上香设拜。看下海中巨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醒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接的接的波儿，接的波儿僧，接的波儿僧，接的八爪嘿。什么乱七八糟的？头一天，哎呀，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两眼的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望呀嘛望向开，望呀嘛望向开，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跟我妈一块死的，这是。嗯，阿拉巴扎那帝，我刚听一点经的意思。嗯，阿拉巴扎那帝，呀，桃梅奈何梅色，妹妹又这样强大美腿。找个美国妞空抱着脸色走了，你快点砸了妹子，经过背后
吊孝的孩子们。儿子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大手拉小手，走路不怕滑。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什么乱七八耶？如来耶，马林马明成来。谢谢。81岁的老寡妇，少兴没神儿，自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我这过了门子犯了白裙儿，死了那个当家人儿。过了门子92天儿，他没买个奴一对儿，难为他耐性儿，他是一个好脾气儿。花花人来人，太热闹了这。弥陀佛。老司机带带我，小妹年纪轻啊！老司机带带我，小妹年纪轻啊！我管你年纪轻不轻，多做一个肥油门。啊嘞嘞，啊嘞嘞，啊嘞啊嘞嘞，我说嘞，如来嘞，啊嘞啊嘞嘞。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晚上，给我一把小皮鞭，叫我女王。当官爷如来爷，哪里当的官爷。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我爸爸可能死在这帮人手里了。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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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我婆耶如来耶，马尼马尼红哎哎哎，别老这句了。当当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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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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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啷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佛爷如来爷，马尼拉尼红哎，嘎嘎哦啦啦，如妈如妈妈，哇啦啦啦啦，我把耳朵埋，我佛爷如来爷，马尼拉尼红哎呀，小子手痛啊！搀起来，快搀起来，搀起来，搀起来，搀起来！哎，您觉得怎么样？太好了，咱们见姑奶奶去不了啊？怎么呢？老头还没死呢。去。